近年全球央行大量发行货币，纸钞购买力日渐下降，相反具稀缺性的黄金可以保值，有助对抗通胀。事实上，黄金在近年持续升势，过去五年累计升幅达50%。在过去多个重大金融危机出现时，黄金因为与其他资产的相关性低，而往往能逆市上升，可见黄金是有效分散投资组合风险的工具。对比市场上其他黄金投资产品，黄金 ETF 更简单透明，兼具成本效益。除了能减省投资实金所涉及的手工或者保险等费用，同时能避免好像纸黄金或者黄金期货因为没有实金储备而存在较阔的买卖差价或者交易对手风险。由惠理管理的价值黄金 ETF 3081是市场上唯一实金储存在香港的 ETF， 仓库位于香港国际机场贵金属储存仓，可大大减低受其他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影响，而入场费为市场上最低，令到投资者以较低成本配置黄金作分散风险或者捕捉上升潜力。加上单一管理费结构，全年总开支比率上限为 0.4%， 收费简单透明。价值黄金 ETF 紧贴伦敦金银市场协会 LBMA 黄金价格走势，过往一年跟踪误差仅为 0.04%， 同时亦都是全球首只黄金 ETF 提供港元、人民币及美元柜台买卖。现在你可以透过你的证券户口买卖3081，或者同我们查询。